这广场的四周，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，不习惯言不由衷，沉默如何能让你都懂，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，祝福有许多种，心痛却尽在不言中，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，再痛也不说苦，爱不用抱歉来弥补，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，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，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。我默默的倒数，最后再把你看清楚，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，慢慢被放逐，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，别管我愿不愿，孤不孤独，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，再痛也不说苦，爱不用抱歉来弥补，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，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，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。凛凌的炫耀，凛凌的打压，让阿燕在忍无可忍之下，终于做出了附身之举，并在当夜与童心发生了关系。童心毫不知情，陶醉在被附身后凛凌的温柔娇羞中。当凛凌惊觉被附身利用之后，她气愤地来到镜子家中理论。然而镜子却无视于凛凌的抗议，庭文更直指凛凌不该如此伤心，尤其是为了童心。为了安抚凛凌，庭文威胁阿燕要向凛凌道歉。阿燕虽然心有不甘，但仍旧照着庭文的意思去做。但是凛凌咄咄逼人的态度又激怒了阿燕，阿燕再次以附身的方式要逼凛凌跳楼自杀，所幸庭文及时赶到，才保住了凛凌的生命。在经过了激情的洗练之后，阿燕开始质疑起与童心之间的感情，她明白地表示对童心的爱，但童心仍旧是以同情的心情来看待阿燕，使得阿燕在伤心之余再次离去，并决心不与童心冥婚了。伤心的阿燕回到镜子的身边，而镜子也只能默默地安慰伤心的女儿。你听妈说，你不一定要在童心或者其他人之间做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生或者死。你不是已经慢慢发现你跟童心之间的障碍了吗？不管是刘黎明也好，年纪也好，人鬼殊途，精神与肉体不能两全，这些都是问题啊，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。既然这样，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执着在阴界为他不肯投胎呢？你可以选择重生呢，妈。妈妈不希望看到你痛苦。阿燕，
以前我希望你嫁给童心，是要你快乐，要你有个香火归属。可是现在你不快乐，不快乐又不能投胎，那不是全没有指望了吗？你曾经快乐过的，越往后你会越痛苦，因为你爱得太深。听妈的话，趁早投胎做人去吧。妈妈愿意忍受失去你的痛苦，只要你能早点超生。阿爷，把希望放在来世吧。老天爷要是可怜我，希望下辈子我们还能有缘分。妈，可是他说他爱我，真傻，你真傻，他什么都没有说呀。怎么样？你们见到他有没有告诉？阿燕她白开水啊，太没味道了吧？你不就爱喝白开水的吗？现在改，改点别的吧啊！他到底怎么说？那你可以得打准一点啊，那万一把我爹打昏了，我什么都忘了，那你就什么都问不到了。他还真的很在乎那个小倩。心中爱惜，爱自然多惜。贤惠哦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嗯，我到他家去啊，把你的意思转达了。那然后怎么样？哎，东西啊，他那个老妈很难缠呢，他长得比较像鬼嘛，你知道他长得重点。阿燕听了他怎么说？我没跟他说到话。那我叫你去跟阿燕说，你没跟她说上话，然后你竟然敢大摇大摆来我家呼来唤去的，你就吐出来，你就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！哎呦，你怎么那么现实啊？就算我没跟她说的话，不代表她没听见啊。你想想看嘛，她是一个鬼啊，她有隐身术，她就在我旁边啊，所以该听见的她都听见了。在你旁边，你没跟他说上话。哎，他后来才出现，我才正要开口呢。怎么了？曾美出现了。曾美，你还约曾美一起去啊？你我疯了！这种事我约他一起去干嘛？
很不巧在巷口碰到他嘛，我以为我已经把他给支开了，可是没想到他偷偷跟踪我，还爬墙进去呢，真是有一套。那我所有的一切他都知道了，啊，完了，哎呦，真的完了，我。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为了你把我自己给卖了。我告诉他那是我女朋友的家，我进去里面谈点事情。那所以他没有看到阿燕。那阿燕算是原谅我了吗？不知道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我看你还是再去见见他吧。他应该算是原谅你了，否则后来他不会现身的。进去吧，我去买点东西。阿燕，阿燕，我知道你在的，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说话。我觉得我们不该吵架的啊，因为很不公平哎。每次吵架你就会立刻消失了，我却不行。我想跟你解释，却只能够对着空气说。一天到晚对着空气喃喃自语，久了人家会以为我是神经病的。好吧。真给敬忠说对了，他说你永远都不可能原谅我，而且还要我别惹你，你会翻脸，会用最可怕的样子来吓我。我哪有啊，他乱说的。我什么时候吓过你啊，那么丑才不要让你看见。而且啊，你都已经嫌我老了，我哪该在你的面前又老又丑的，无赖人家。他说你很漂亮哦。他说你是清纯美少女。不骗你，他真的这么说的。那是他说的啊。你都觉得我老嘞，你说。是他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我是非常非常爱你。再来一次，我喜欢看星星。
我喜欢来这里，这里是你第一次带我来玩的地方。是你让我不害怕，阻碍太阳底下的地方。放心，你会后悔的，因为不该爱我。我不后悔。爱了就是爱了，没有什么该不该的。这几天我看不到你，听不到你的声音，我觉得很寂寞，好像心里有块地方空掉了，很慌张，吃了很多东西，说了很多话，做了很多事情，都还是填不满。知道我爱上你，怎么办？我绝对对不起玲玲，她对我好，没有错，但我却辜负了她。这一路走来，都是她支持我、鼓励我，也只有她对我的漫画有信心。但是我却背叛了他，我伤了他。你并没有伤害他。我有。他要的是什么？他要跟我结婚，他希望我成功。所以，你并不会伤害他。他要的，你还是可以给他。你一样还是会娶她。我们一起努力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童心。你爱我，我很感动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就是一个鬼，一个灵魂又怎么能够取代他的位置呢？在感情上已经取代了。不会的，童心，在你的心里面，你还是爱着他的，不然你不会自责，不会愧疚。不要怕我生气，我喜欢你有良心。你接受他。我哪里有资格不接受他？他的位置早就在那里了。是我贪心，是我不知足，我妄想要拥有你。阿燕，我并不惭愧，我也不想要停止。爱情是每一个人都想要追求的，就连冰冷的鬼魂也想要拥抱爱情的温暖，这是奢求，你的奢求。不要自责，原本你人生该怎么走就怎么走。我跟你的相遇只是陪你一段，开心的陪你走完这一段，我就满足了。在你的视线后面，一心感觉你愿意让姐姐生个孩子吗？她好想当母亲。你说苏敬忠要结婚不可能啊，你让苏敬忠去死一百次他也不会去结一次婚的，不可能你弄错。我亲耳听到的，绝对不会错的啦。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，再痛也不说苦，爱不用抱歉来弥补，至少我能成全你。姐夫，等很久了。刚好玲玲不在，她去香港出差了。姐夫找我有事。
如今，我是来谢谢你，谢谢你替我解决了最大的问题。且不是说阿燕她复仇的事，我知道你一向都不相信。现在我相信了。我相信人有前世今生，我相信这世上有灵魂，我也相信人有因缘果报，这些我都相信。但是姐夫，我要娶阿燕，其实并没有掺杂这么多复杂的因素在里面，我们就是相爱了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无奈，没有委屈。姐夫，你不需要感到内疚的。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应该是我要谢谢你吧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在这里再住20年也不会认识阿燕的。你们会认识。时间到了，缘分到了，你们自然。我不想知道。虽然我相信轮回，但是我不想知道的更多。我不想知道前一辈子我跟阿燕之间的缘分是什么。对我来说，爱情是件最简单的事，遇上了，相爱了，就是幸福。是，你是幸福。我知道姐夫一向觉得我糊里糊涂的，不用大脑，太简单了。我是羡慕，经营来的幸福，再幸福，也有累的时候。浑然天成的幸福才是真幸福，用简单的去爱真的很难。你也知道我娶你姐的原因。以前你觉得我荒谬，现在你能体会我内心的无奈吗？就好像你说的，爱情应该是最简单的，而我就为了一个最复杂的原因娶了她。我能体会，但是我不同情。你的无奈是你的选择，你可以不要娶她的，管她什么前世今生欠不欠的，那是下辈子的事。到时候孟婆汤喝干净一点，忘了就忘了。最起码这辈子，你可以娶一个你爱的女人。再不行赖账可不可以？我就是要娶一个我爱的人。同心。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那么简单的。姐夫，姐姐和我一样，都是简单的人。虽然你娶她的理由很复杂，但是她嫁给你的原因却是最单纯的，她爱你。我就要跟阿燕结婚了，不会再有什么投胎复仇的事。你愿意让姐姐生个孩子吗？她好想当母亲呢。我们喝杯酒好不好？你从来没有像这样说过话。谢谢。哎，李明，你回来了。
送你的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苏敬忠呢？他今天请假了。请等一等。你在。李若信。啊。谢谢。您好，刘玲玲。真美。你呀、啊，真的很差劲了。怎么了我？我才从香港出差回来啊。对，我刚走了，快要发疯了。香港回来，你可以问童心啊，他知道啊。我问童心干什么？我要问你。什么事那么急呀、啊？你很差劲。嗯，我差劲。嗯，差劲的不得了。哎，你先把话说明白，我到底哪里差劲？我问你，我们不是讲好有协议的吗？是啊，我帮你监视，你帮我监视，然后我们两个是交叉监视。对啊，结果呢？哎，人家都要去结婚了。谁呀？谁要结婚呢？当然是苏敬忠了，不然还会有谁呀、啊？苏敬忠要结婚，你看看你，完全状况之外，哎，你完全违反我们这个协约的精神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啊，我差点啊就要躲到这个童星的床铺底下去了。结果你嘞，你每天跟苏敬忠面对面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真美。OK， 你说苏敬忠要结婚，不可能啊！你要苏敬忠去死一百次，他也不会去结一次婚的，不可能，你弄错。我亲耳听到的，绝对不会错的啦。他当着你的面跟人家求婚？不会吧，又不是作秀。我不小心听到了。嗯，我就偷跟他，然后不小心偷听到。你也太神了，这样也能跟踪。哎呦，不是，我有个客户啊，住在那个中和的眷村里面，我去拜访他呀。真巧了，这敬忠他女朋友住在那个眷村里面啊，哎，我们刚好碰到了，神秘兮兮的，我就知道一定不大对头，而且还想打发我走，不让我跟，你知道吗？开什么玩笑，哦，那么好打发、啊、这事关我一生的幸福，瞪死他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，他就到人家屋里面跟人家求婚啊，哎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，非要娶人家，人家妈妈还一直赶他走。就他一个人去，童心呢？重新去凑什么热闹啊？那个眷村在中和连城路，院子很大，长满了草，树很高。哇塞，原来你早就知道啊！哎，你这样很差劲哦！我跟你讲，你早就知道金忠有个女朋友住在那边呐、啊。那个妈妈姓吴。对，她叫她吴阿姨。哦，你这样不行哦！我跟你讲，你哎，刘玲玲。你不要，你走，你完蛋了！我跟你讲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，你欠我钱的，我。新娘子，不怕，有毒金在，不怕。大姐，来，请喝茶。姐，你干嘛嘛？吴阿姨替你倒茶来，还叫吴阿姨啊？该改口了。
不急不急，还没过门嘛。嗯，不急。佟丽，其实还没到，还要等会儿。人家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放心，跑不掉的。就算你想跑，他会追着呢。姐，佟姐，你要不要进去看新娘子啊？阿英很漂亮哎，还没看过啊。我没那个兴趣。姐，你。佟鑫。我去看阿燕。不行啊，没有行李之前，你们俩不能见面，犯忌讳。都犯冲带追的事我们都做了，现在倒忌讳这些。这是喜事，百无禁忌的。哎，佟鑫。阿燕。居然在跟房间里哭，赖永昌啊！不怕了，不怕了，我都过去了。起来，阿燕，有我在啊！你要站起来，让我看看你穿白纱的样子。嗯，起来。清楚哦，因为等一下我就要回到排位里头了，你就看不到我穿白纱了。我要你永远记住我当新娘子的样子。你不跟我一起出去吗？你是新娘哎。因为我们是冥婚啊，你娶的是排位，魂魄是不能现身的。还有啊，你待会捧牌位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，我就在里头，你不可以故意摔我，会痛的。在你的视线后面，依稀感觉少一点一些些的勇气面对你。妹妹，我冥婚，我娶新娘。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。再痛也不说苦，爱不用抱歉来弥补。坐这里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把你最美丽的样子画下来。穿着白纱当新娘，这样子我一辈子就不会忘
不要怕，我现在紧紧地抱着你，你在我手上，也在我心里。你是我的妻子了，这一辈子我都会保护你，我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我带你回家，以后你有家，有归宿了。我冥婚，我娶新娘。没他的事，真的没他的事。是我娶新娘，晋忠，取消了，不可以取消，绝不可以取消。我女儿是被你们正正式式迎出门的，怎么能在这时候悔婚呢？绝不可以啊！只是出了你家门呢，又没到我们家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你们这不欺负人吗？你才是强人所难呢，现在我弟他女朋友都发现了，你叫我们为难嘛？只是个牌位，你们佟家连这点担当都没有吗？在一起，他们吵他们的，我们玩我们的。我们晚点回去，冷凌脾气不太好，我怕他在家等着欺负你。
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任何人欺负你，在你的视线后面，依稀感觉少一点一些些的勇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？啊！你有什么毛病啊？他这里迟迟不走，就为了要给我一拳。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。再痛也不说苦，爱不用抱歉来弥补。我不是来求你原谅的，你喝吧，喝醉了我送你回家。你的危险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是什么？眼泪跟微笑同时发生，那是一种最滑稽的痛。明明很痛，却是觉得却是别人最开心的喜事。该替他高兴，还是替自己暗痛？于是眼泪跟微笑就同时发生。你等等，快快喝一场，醉一场。
钥匙对不对啊？门打不开。啊？妈妈，美玲，美玲。请你告诉他，玲玲已经回家了，叫他不用担心，我会照顾他。我知道你会一个人跑去喝醉。茶已经帮你泡好了。还有什么事是你早知道的？所有的事你早都知道了。知道他们相爱，你早知道今天要有这场冥婚，你们每个人都知道，就是瞒着我留恋你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？我不恨他，不恨佟丽，不恨苏锦钟，不恨吴静子，因为我没有爱过他们。他们自私懦弱，伤我的心。可是许丁文，我们是相爱过的。你怎么忍心跟着他们一起来骗我？习惯这样的你的背影，这样你爱我，你爱我吗？这句话可会变？想起那些凋谢。